大家好，我是最容易笑场的简曼书，然后呢，我是最喜欢复古风的虚构。豹纹，因为我就会一直想，所以这样不可以，这样我会笑场，我一定会笑场。今天这个造型呢，其实我真的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它其实里面是一件就是长版的衬衫，然后外面罩一件这样很宽大大的像睡衣的感觉。可是这是我非常喜欢的，我就要让它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的变化，是呢，你就可以有一点小小的胸章。那这样衣服穿起来呢，我觉得活动非常的方便，所以我非常的喜欢。我是最容易笑场的简曼书。我是最喜欢复古风的虚构。